一名登山男子双腿佩戴新型仪器，这款南韩研发的穿戴式机器人能够辅助肌肉力量，帮助使用者舒适的移动脚步。골반과허벅지를따라장착된구동기가걸을때균형을맞추도록보조하고사용자의다리근력을최대 30% 까지높여줍니다。穿戴式机器人体积小，重量轻，一副重量不到3公斤，方便日常生活使用。它搭载的 AI 科技，透过接收使用者的步行资讯，侦测是否有疾病，提供量身定做的辅助。평지계단경사불규칙한산길돌길등우리일상의어느곳에서도로봇을통해보다안전하고효과적인맞춤형보행근력보조가가능합니다。穿戴式机器人可以加强胳膊或腿部的身体机能，用小力量发挥成大力量。目前主要用于复健治疗，也可以用于提高工厂工人的生产力。南韩不少企业都投入研发，而刚刚落幕的美国 CES 消费电子展上，包括三星、LG 等韩企也大秀 AI 实力。삼성전자가올해 CES 에서선보이는가전은한층진화된 AI 기술을적용해사용자가신경을쓰지않아도스스로똑똑하게집안일을해결해주도록설계했습니다。三星电子推出的 AI 冰箱会根据存放的食材推荐最佳保存方法和食谱。AI 洗衣机会自动分析洗涤物，以最适合的方式清洗烘干。LG 电子同样主打 AI 智慧家庭，安装在家里的非接触感应器，可以侦测居住者的心跳和呼吸，将它数据化，根据健康状况自动调节温度和湿度。팬데믹이후최대규모로열린 CES。전세계150여개국가에서3,500여개이상의기업이참가하며갈고닦아온기술력을마음껏뽐냈습니다우리나라기업은역대최대규모인700여곳이참가했는데미국과중국에이어세번째로많았습니다智慧移动也是 CES 展上的亮点之一。AI 秘书、AI 导航等人工智慧服务安装在车上。삼성전자의자회사인하마는운전자의상황에따른맞춤형서비스를소개했습니다연료가부족하다는알람이뜨면인근주유소를검색해최적의경로를알려주고카메라와센서로운전자의시선을감지해부주의상황에경고를띄우기도합니다三星和现代汽车集团更抢先在 CES 之前宣布合作，联手推出 Home to Car、Car to Home 服务，联动彼此的平台技术，将居住空间和移动空间连接在一起。앞으로는집안에서차시동을걸거나차에서집안의가전을켜고끄는등각각의시스템을원격으로이용할수있을전망입니다这不是两家公司第一次携手合作。现代汽车的第一辆电动车就是使用三星的 OLED 显示萤幕。三星电子的半导体、三星 SDI 的电池都持续供应现代汽车。随着电动车和无人车时代来临，两大企业合作更具全球竞争力。为抢占未来汽车市场建立的同盟也将更加牢固。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